大家好，我是平顶山学院体育学院的老师何春华。刚才我们看到这段视频中的运动叫做 Animal Flu， 是当前比较流行的一项运动。这是一项以模仿动物的运动形态为主，通过猿式、兽式、蝎式等动作之间的衔接与转换，配合动作节奏的变化，提高身体素质的一项运动。其实呢，早在1800年前，中国就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动物流，它叫做五禽戏。五禽戏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华佗根据虎、鹿、熊、猿、鸟五种动物的活动特点，结合人体的脏腑、经络和气血等理论而编创的健身养生功法。今天呢，由我带领大家走进五禽戏的课堂。首先我们看一下五禽戏的完整示范。施礼。小学版校园五禽戏，寝室调息。虎戏，第一式虎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停。第二式虎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鹿戏，第一式鹿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第二式鹿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熊戏，第一式熊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第二式熊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。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停。圆戏，第一式圆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第二式圆线，一、二、
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鸟戏，第一式，鸟展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第二式，鸟翔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引气归元。收势。失礼。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未曾学艺先学礼，在学习健身气功的时候也有一个礼节叫做失礼，也称为鞠躬礼，也就是刚刚老师在上课前行的这个礼节，小朋友们还记得吗？接下来让我们去看一下失礼是怎么做的。失礼。接下来请跟老师一起学习失礼。两脚并步站立，两臂自然垂于体侧，体松心静，下颌微收，舌抵上颚，头正颈直，调匀呼吸，心平气和，面带微笑，目视受礼者。将两手侧摆至与腰同高，掌心向后，然后两臂外旋，转掌心向前，目视前方，两掌继续向前画平弧，腹前合拢，虎口交叉，叠于髻前，弯腰躬身，目视前下方，停留片刻，上身直立，两臂垂落于体侧，目视受礼者。做失礼动作时，我们心里默数八个数，数一时两手外开，数二时外旋转掌，三四时两掌虎口合抱叠于腹前，五六时弯腰躬身，七八直立起身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失礼的动作要点。第一，虎口交叉的时候，女生右手在内，男生左手在内。第二，向前躬身时保持30度夹角。小朋友们学会了吗？现在跟着老师的节奏一起做一遍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接下来我们学习五禽戏预备式的动作。起势的动作柔和缓慢，能提高少年儿童集中注意力，促进其神经系统发育。
起势的动作我们分成四个小的动作。动作一，双脚并步站立准备。动作二，左脚向左平开一步，约于肩同宽，目视前方，松劲站立。动作三，肘微曲，两臂与肩同宽，两掌在体前向前向上平托于胸同高，掌心向上，目视前方。动作四，两肘下垂外展，两掌向内翻转，并缓慢下按于腹前，然后两手自然垂落于体侧，目视前方。小朋友们，下面我们一起练习吧。先并步站立，开左脚，上托，内合，下按。上托下按的动作要柔和连贯，圆活自然。你学会了吗？我们一起再来一遍。先并步站立，开左脚，上托，内合，下按。我想你一定做得很棒，跟着老师的动作自己心里想一想，再来一次吧。先并步站立，开左脚，上托，内合，下按。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一戏，首先我们来看一段视频，猜一猜视频中的小朋友模仿的是哪种动物。这只动物非常凶猛，它发出啊呜啊呜的声音，它的爪子非常的锋利，它发现了食物就会纵身一跃，人们称它为森林之王。它是什么动物呢？小朋友们猜到了吗？他们模仿的动物是老虎。下面我们学习一下虎戏的动作，先来看一下基本手型和基本步型。虎戏的基本手型，虎爪，五指张开，虎口撑圆，第二指节弯曲内扣。虎戏的基本步型，马步，两腿左右分开一大步，屈膝下蹲，膝与脚尖上下相对，两脚平行，全脚掌着地。虎戏的基本步行，独立步，一腿直立站稳，另一腿在体前屈膝上提，小腿自然下垂，脚尖向下，上体正直。小朋友们看清楚了吗？现在跟我一起做吧。我们先来做虎爪。一，撑开，二，虎爪，再来一遍，一，撑开，二，虎爪。接下来我们做马步，一，开脚，二，半蹲，再来一遍，一，开脚，二，半蹲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下独立步，左独立步，右腿支撑，提左脚，脚尖绷直，右独立步，左腿支撑，提右脚，脚尖绷直。下面我们来看看虎戏是怎么做的。第一式虎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第二式虎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
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虎戏包含虎身和虎跃两个动作，每个动作四个八拍。虎戏虎身，第一个八拍，一接上式，两手掌心向下，手臂伸直，直于腹前，低头目视两手。二坐腕变虎爪。三曲肘，两手沿体前上提至肩前时，转掌心向上，目视前方。四虎爪举至头上方，手臂伸直，虎口相对，抬头，眼随手动，目视两手。五保持动作不变。六两手向两侧落至与肩同高，手臂伸直，掌心向外，同时转头，目视左手。七手臂伸直，虎爪变成自然掌，目视前方。八两臂垂落于体侧，目视前方。好的，小朋友请跟我一起慢节拍做一遍吧。一掌直于腹前，二变虎爪，三举肩上，四充分对拉拔长，五不动，六侧平举摆头，七变掌转头，八下落。再来一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二个八拍同第一个八拍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小朋友们请跟我一起做一遍吧。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三个八拍与第四个八拍同第一个八拍和第二个八拍，小朋友请跟我一起完整做一遍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接下来我们学习虎戏的第二个动作，虎跃。虎戏虎跃，第一个八拍，一接上式，微屈膝，移重心至右腿，提起左脚，同时两掌变虎爪，竖至腰间，掌心向上，目视前方。二正左脚成马步，同时右虎爪向前推出，掌心向前，目视前方。三重心移至左腿，提起右脚，同时右虎爪收回腰间，掌心向上。四正右脚，同时左虎爪向前推出，掌心向前，目视前方。五右虎爪前推，与左虎爪同高。六两虎爪下滑至体前，眼看前下方。七原地纵跳，两脚离地，两臂曲肘向上至手臂伸直，随着两脚落地，屈膝下落成马步，含胸收腹，曲肘，两虎爪下按于膝前两侧，目视前下方。八两腿伸直，左脚收至右脚旁，与肩同宽，上体抬起，两手呈自然掌，收于体侧，目视前方。好的，小朋友请跟我一起慢节拍做一遍。一左脚提起独立步，二正脚推右虎爪，三右脚提起独立步，四正脚推左虎爪，五推右虎爪，六虎爪落于膝前，七纵跳跃起，八开步直立。再来一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
第二个八拍同第一个八拍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下面请跟我一起做一遍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三个八拍与第四个八拍同第一个八拍和第二个八拍，请和我一起完整做一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接下来我们把虎戏做三遍。虎戏，第一是虎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第二是虎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虎戏，第一是虎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第二是虎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虎戏，第一是虎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第二是虎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中国文化当中有一种动物一直都是美丽和吉祥的象征，有小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？不知道也没有关系，我们来看一段视频，小朋友们一起猜一猜，他们模仿的是哪种动物。这种动物非常可爱，他们一起玩耍，伸长脖子看天空，自由自在在草原上奔跑。你认为他们模仿的是什么动物呢？小朋友猜到了吗？这种动物就是鹿。下面我们学习鹿系的基本手型和基本步型。我们先来说一下基本手型。
鹿角。五指伸直，拇指外张，无名指、中指弯曲内扣。小朋友们学会了吗？跟我一起做一遍吧。两手变鹿角，再来一遍。两手变鹿角，你们做得非常好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基本步行。鹿系基本步行：丁步，两脚左右分开，间距约为10到20厘米，两腿屈膝下蹲，一脚全脚着地，另一脚脚跟提起，前脚掌虚点地面，直于足弓处。鹿系基本步行：弓步，两腿左右分开一大步，屈膝下蹲，膝与脚尖上下相对，两脚平行，全脚掌着地，左腿在前为左弓步，右腿在前为右弓步。鹿系基本步行：前点步，一脚向前迈出，膝关节自然伸直，脚尖点地，身体重心直于后腿，后腿自然伸直，全脚掌着地，左脚尖点地为左前点步，右脚尖点地为右前点步。好的，小朋友跟我一起做吧。我们先来做丁步。一，分开。二，下蹲。再来一遍，丁步一步到位。接下来我们做弓步。左弓步，一，左脚迈开。二，下。右弓步，一，右脚迈开，二，下。再来一遍，左弓步下。右弓步下。小朋友们，听老师的口令，练一练你们的反应哦。左前点步，右前点步。虽然看不到你们，但我想你们的反应肯定非常快。下面我们来看看鹿系是怎么做的，请注意观察，鹿系包含哪两个动作？鹿系，第一式，鹿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第二式，鹿转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大家看出来了吗？鹿系包含鹿探和鹿转两个动作，每个动作四个八拍。接下来我们学习鹿探。鹿系鹿探第一个八拍：一，接上式，两腿微屈，身体重心移至右脚，左脚稍提起，同时两臂经体侧上举，掌变鹿角，手指向上，掌心向前，目视前方。二，左脚下落，收成左丁步，同时两臂屈肘下落，两手置于头部两侧，手指向上，掌心向前，目视前方。三，左脚向左侧迈出成马步，目视前方。四，重心移至左腿成左弓步，身体左倾45度，手臂随着身体向左上方伸出，掌心向前，目视左上方。五，重心移至右腿，手臂摆至上举，目视前方。六，屈右膝，左脚内收成左丁步，
同时曲肘，两手收至头部两侧，手指向上，掌心向前，目视前方。七，腿自然伸直，左脚开步，与肩同宽，两臂伸直成侧平举，鹿角掌心向下，目视前方。八，鹿角变成自然掌，两臂垂落体侧，目视前方。好的，小朋友请跟我一起慢节拍做一遍吧。一，提左膝独立步。二，丁步变鹿角。三，左脚开马步。四，弓步伸鹿角。五，移重心臂上举。六，左丁步。七，两臂侧平举。八，直立。再来一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二个八拍同第一个八拍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请跟我一起做一遍吧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三个八拍与第四个八拍同第一个八拍和第二个八拍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完整做一遍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接下来我们学习鹿戏的第二个动作，鹿转。鹿戏鹿转，第一个八拍，一，接上式，重心移至右脚，左腿屈膝上提成独立步，同时掌变鹿角，两臂鹿角与肩同高，与肩同宽，掌心向前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两臂鹿角伸直上举，与肩同宽，掌心向前，目视前方。三，左脚向左前迈步，左腿屈膝，左脚踏实，脚尖外展，右腿伸直，同时身体前倾，曲肘，两手收至头部两侧，掌心向前。四，身体左转，目视右脚脚后跟。五，重心后移至右腿，同时身体转正，目视前方。六，收左脚成前点步，同时两臂上举，与肩同宽，掌心向前，抬头目视前上方。七八，左脚收至右脚内侧，两脚与肩同宽，两臂向前下落，鹿角变自然掌，收于身体两侧，目视前方。好的，小朋友，下面请跟我一起慢节拍做一遍吧。一，提膝独立步。二，上举。三，左弓步。四，转腰下势。五，移重心。六，左前点步抬头。七八，两臂还原。再来一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二个八拍同第一个八拍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，请跟我一起做一遍吧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三个八拍与第四个八拍同第一个八拍和第二个八拍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完整做一遍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接下来我们把鹿戏的鹿探和鹿转连起来做三遍。
陆系。第一式陆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第二式陆转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陆系，第一式陆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第二式陆转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陆系，第一式陆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第二式陆转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